看到没有？你说我问黑道没有出息，随便几天就赚这么多了啦。我看到了，所以呢？没有爹了。这种不干净的钱呢、啊，我不要，拿回去。什么不干净的钱？这我帮华哥管理生意赚来的，什么？黑道有些什么真金生意啊？你卖给阿平了啦？我准备该差了，反正这钱留着了。我跟你讲过多少次，叫你不要跟那些黑道的在一起。你如果继续下去啊，你是没有出息的。不是我赚钱叫你不要这么辛苦，我有做错吗？啊？人家华哥对我很好，很照顾我。他说他以后的厂子全部都会给我管。不，他不像你啦，你满脑子都是那些死人。你有没有关心过我啊？你有没有关心过这个家？你关心那些死人的家属都比关心我们还要多。妈妈死的时候你在哪里啊？你人在哪里？你他妈多谢谢你啊！我做这么多事情都是为了你，如果这些都是为了我，我不爱啊，我没干啊！什么西郎钱，你让我自己慢慢花啦。我看我干脆离开这个家里最开心了。我他妈的一定会活得比你久，回来替你收尸。